鬼门女主李小璐形照曝光，网友难怪贾乃亮顶不住。近期最劲爆出鬼门女主李小璐的一组近照曝光，照片中的她性感娇媚，魅惑妖艳，很多网友惊呼贾乃亮能顶住。已经的女神魅力照旧，已经的贾乃亮与李小璐娱乐界的榜样伉俪恩爱数年，而跟着李小璐出轨嘻哈歌手 PG1 的事情愈演愈烈，李小璐的人设正面对着全面崩盘，而闺蜜女神马苏却为李小璐辩白，而她与 PG1 的唏嘘举措还有鬼怪眼神仿佛都在通报着什么。最初一张三人的鬼怪合影更是让广阔网友们细思极恐，关于近期的李小璐 PG1 出轨门，马苏的唏嘘举措，还有贾乃亮的为难境地，个人都怎样看呢？